正常的来说打 AD 都有500多，那像高端只有130，那这个数字也没有到不及格，只是说它跟其他厂牌的疫苗来说它是偏低了一点。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愿意受访，我们就表示说我认为我们人民应该有知的权利，因为毕竟这个疫苗是打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等于是我们自己的身体，那我们也会想要了解说究竟这个疫苗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底产生了多大的抗体。可是检验出来是真的有一点点落差，毕竟以正常人来说打 AD 都有500多，那像高端只有130，那这个数字也没有到不及格，只是说它跟其他厂牌的疫苗来说它是偏低了一点。所以我这次看到的检验报告，其实来讲我是蛮惊讶的，现在有到500多，比标准值50高了很多。那我也有听说，就是有打完之后，其实去验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抗体，验出来才30，就是标准值以下，那不是因人而异。就我有打完的这个疫苗，是我在外面，其实我这样子面对人群的时候，是做了一层保护力，其实我也比较放心这样。